大家好啊，欢迎你又嚟到呢个协恩嘅 Ben Ben Channel 啦。嗱，今日为大家讲解嘅咧就系呢条啦 ，HYS 2020年嘅 Form 5 Revision Quiz 啦，就 MC 嘅第22条。好啦，嗱，事不宜迟啦，咁啊，先望一望嚟题目先啦。嗱，咁佢就话啦，个 coordinates of the point 啦 A 同埋 B 啦，就分别就系咩咧？就九负二同埋负一八 respectively 分别地啦。咁佢就话啦 ，if 嗰个 C 点系点啊？就 line on the straight line 就系 x 减二 y 等于零，而 such that 导致到發生咩事呢？就是、導致到 AC 係等於 BC。好啦，頂啦，佢就問你啦，嗰、那個 x coordinates of C 係究竟係幾多？好嗱，如果你俾我做呢條題目嘅時候咧，講真呢啲都好煩嘅，咁啊要啲時間講噶，唔好嫌我沉啊 ，OK， 有啲耐性啊。咁我就會畫圖先咯，有圖有真相咯，係嘛？咁所以我不如喺度畫啦，我就會畫低嗰個嘅 x y axis 先啦，慢慢畫，畫好佢先至再做。意思上啊，你會發現有兩點啦，一點叫 A 啦，就九二啦，九負二啦，啊，我按目測啦，好唔好啊？九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九我當喺呢度啦，負二我當大概喺呢個位啦，好嘛？咁所以九負二咧，應該就係呢個位，即係呢點係 A 點啦，就九負二。咁至於負一八喺邊咧，就係負一就褪過嚟啦，負一，跟住八就褪咗上嚟，大概目測喺呢度啦。咁所以我當呢點就係 B， 就係負一八。嗱咁而事實上啊，佢講緊乜嘢咧？仲有一條直線啊，就叫 x 減二 y 等於零，係嘛？咁所以換句説話嚟講，我想知道佢在哪裡啦。咁首先我自己會用個，不如咁啦，我喺呢度做啦，好嘛？當呢個係算錯啦，好冇紅色部分。嗱咁我就會係 x 減 2y 等於零，係咪？咁所以其實換句説話嚟講，調到佢做 y 等於 mx 加 c 咁嘅樣咯。咁所以減個 2y 個隔離變加 2y， 等好咗兩邊調轉寫啦，即係 2y 等於 x。咁最後啦 ，y 就等於咩？乘二調過去變除二啦。咁所以就係1 over 2 x。好啦，再加乜嘢咧？就加冇嘢，即係零啦，係咪？咁所以換句説話嚟講咧，你調要做 y 等於 mx 加 c 咁嘅樣啦。mx 加 c 個 m 咪就係呢個咯。即係二分一呢個咧，你會睇到呢個係 slope 嚟嘅，呢條線嘅 slope。咁而呢個零位加零位咧，咪就係個 y-intercept 咯，係嘛？咁即係話呢條紅色嘅線咧，我可以畫到佢啦。佢一定會通過個 y-intercept 係零呢一度。咁而冇褪上冇褪落，咪零咯。咁而呢個 slope 係二分一，二分一即係東炒。嗱，一就係45度角啦，係咪？二分一即係細啲，冇咁斜，即係咁大概咁上下咯，係咪？咁所以我就大約就按目測啊，就咁樣畫噶啦，我就畫低佢。咁而事實上啦，呢、這個我都話翻俾人聽啦，呢、這個咪就係我哋所謂嘅 x 減 2y 等於零咯，就係呢條得唔得？好啦，咁而事實上條題目講乜嘢咧？嗱，留意一下佢而家我攞個 highlight 先啦，黃色呢一句啊，係咪？而導致到 such that 就係個 AC 要等於個 BC 啊嘛。咁所以換句説話嚟講，我哋就要點啊？按目測睇一睇咯，係咪？我大約我估計啦，個 C 點，我覺得會似喺呢度。咁點解咧？因為佢話 AC， 嗱我叫呢個叫 C 點啦，好嘛？因為佢話噶嘛，個 C 點 AC 按虛線啦，個距離同 BC 個距離咧，應該要係一樣嘅。咁所以其實嗱，我畫得衰啫。係嘛？理論上呢兩個距離要係一樣嘅，咁所以其實我自己會叫 C 點做乜嘢咧？咁、那個 coordinate 係咪唔知嘅咧？嗱，老老實實啦，如果我叫呢個位係 y 位，咁前面嗰個叫 xy， 咁我會唔會寫 x 咧？梗係唔會啦，因為從呢度都睇到嘅，將個減 2y 調過隔離變加 2y， 咁所以其實就係、是個 x 等於 2y， 係咪 x 等於 2y？ 咁所以如果個 y coordinate 叫 y 嘅話，咁、那個 x 咪等於 2y 咯，咁即係呢個位係。其實唔係叫 x， 係叫 2y， 得唔得 ？OK， 咁所以換句説話嚟講啊，咁我哋開始例㗎啦。咁啊，你睇到呢個咁嘅技巧咧，咁我哋就即刻可以寫呢句嘅。睇到又有，睇唔到又冇咯。我就會即一嚟即刻話 let 個 c 點叫做 2yy。OK， 點解叫做 2yy？ 頭先解咗啦，因為佢喺條紅色線直線上邊啊嘛。x 係等於 2y 係嘛？咁所以其實你就可以咁樣 let 佢啦。咁跟住之後，由於個題目黃色部分講㗎嘛，由於個 AC 係等於個 BC 係嘛？好啦，咁所以發生咩事呢？根據 distance formula 啦，distance between two points 係嘛？呢兩點係嘛 ？distance between two points 條 formula 係點背㗎？就係、是、x
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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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
y 减 2 啦，即系 y 加二，成嚿嘢二次嘅开方根。好啦，咁而事实上啦，如果我哋再继续拆落去啦，冇嘅咪两边个开方根唔爱咯，系咪？因为抵消咗啊嘛，两边 take square。咁而家剩翻落嚟嘅里边呢嚿嘢要做爆破啦。咁即系里边第一嚿嘢就系啊二余四四 y 二次再加二 ab， 即系二乘二系四四 y， 就再加一。好啦，而呢一嚿嘢咧就系 y 减八嘅二次，即系 y 二次。再減 2AB， 即係2乘 Y 乘 8， 8 2 16 16Y， 就再加864。好啦，咁我左邊搞掂啦，到右邊啦，呢一邊首先處理呢嚿先啦，就係、是、2Y 嘅成嚿嘢二次，即係 4Y 二次。好啦，再減啦，減 2AB， 即係2乘 2Y 再乘 9， 咁所以其實2餘 4， 4 9就 36Y。好啦，就再加嚿9就81。嗱，我唔好夠位啦，我就寫埋喺下邊啦。好啦，跟住處理後面呢嚿啦， identity 又繼續去啦，恆等式啦，就係 Y 二次，咁所以就再加 Y 二次啦。就再加 2AB， 二乘 Y 乘二，即係 4Y， 再加四。好啦，咁所以換句説話嚟講啦，咁我哋繼續落嘅情況底下啦，呢邊就 4Y 二次加 Y 二次啦，同類項相加相減啦，咁呢邊就出 5Y 嘅二次。好啦，咁啊，我會見到啦，就係 4Y 啦，加 4Y 減 16Y 咧，即係減 92Y。好啦，就再加一加64，即係65啦。好啦，等于乜嘢咧？呢边一样啦，四个 y 二次加一个 y 二次，即系五个嘅 y 二次。好啦，咁啊减36y再加四 y， 咁即系减32y。最后啦，八一加四即系85啦，系咪？好，咁所以换言之啦，我哋继续落啦。五 y 减二次减过去咧，就变抵消咗啦，系咪？减32y调过去变加 32y， 咁所以 32y 再减 12y 即系 20y， 咁所以左边呢度就系 20y 啦，而右边呢度就点咧？将个65减过隔篱啦，85减65即系20，咁最后乘20调过去变除20啦，即系一啦，系嘛？咁所以嗱，小心啲啊！佢问你紧，问紧你嗰个系叫 x coordinate， 唔系 y coordinate 啊！一圈一 a 咧就死咗噶啦 ，OK？ 咁所以换言之，我哋得出一个结论咧，其实个 c 嘅 coordinate 个坐标咩啊 ？2yy 啊嘛，咁个 y 系一，咁所以二乘一咪就系二咯，咁个 y 咪继续一咯，咁所以正确答案系咩咧？个 x coordinate 应该就系二啦，得唔得？就系呢、這个。OK， 得唔得？嗱好啦，咁就 check 睇下大家今日有冇啲咩特别问题啦。嗱，如果冇嘅话咧，咁我哋就今日到呢度噶啦噃。OK， 好嗱，咁就多谢大家今日嘅收睇啦。嗱，希望下次有缘嘅话，我哋再见啦。嗯，拜拜。